奥塔医生是不是？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迪蒙啊，我很久没有看到迪蒙的影子。五区还有迪蒙敢在这边吗？五区迪蒙知道我在之后，哦，还真的有，不给我面子，你看这一摸就飞啊！妈的，这个就是挂机有好好设定，你看一摸就飞，很好。八楼二号有迪蒙，八楼二号就门口啊，你是在整我？哇哦，有一只金弓妖精，哎，这打人超阳干，这是真的金弓妖精吗？无所谓，这 ID 大家记起来。现在要被我敲飞了。等一下，我不是有人叫我去九楼传点啊，不是我要，不是我被他打飞，是有人叫我去九楼传点，九楼传点没人啊，你妈啦，干叫我来九楼传点，操，我是沙小，看我要我要死，靠飞要买趴了啦，雷暴球你是有病哦、喔，他们刚才在语音里面叫我去九楼传点支援，然后我上去就干我，操你妈，这几个无畏我都会去领补助，不要浪费战盟公费啊，有病是不是？我看一下这周无畏几分啊？被博真玩到几分了？我看一下，19分是沙小。我决定明天这支账号不去支援了。无畏19分，快第一名了。今天开始都死挂，不支援了，只能给我练功，不准出席。你他妈的干，又给我19分，妈这是破腰，妈有够痒，完全不掉血是沙小。这只是三角，这是妖精到底是三角？我实在不懂。这是破妖是三角，非干妈的，真的有够痒！这是金变妖要检讨。我没水了，哎、欸，真的，难怪我会掉血，靠北，不然我应该是不会掉血。这妖精有够软哦。这是妖精是谁、啊？怎么那么痒？那就金变妖。我现在是穿的是魔弓装，哎，不是防装，哎，他打我这样完全不掉血。妈，每次打开都无畏，什么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，这怎么玩？妈的，这三角紫变妖挂奥塔六楼下去，奥塔六楼不是红变在挂的吗？哇，一堆挂六楼的是怎样？挂六楼啊！飞猫死啦！哇，直接插死，有看到吗？妈的，但他们做梦应该都没有想到我会来寻奥塔六楼。不是啊，博真，他妈的，你不是你这称号不应该，你不应该每次都给我第一名、第二名吧？傻小啊，怎么给你开都第一名、第二名啊？白鬼丸，酒吞童子，假酒少年虾。哇，你这种废物机体都打死你啊！一定是维欧啊！这白鬼丸忘恩负义啊！帮他点加三金弓拿来操我，是谁开的？是不是阿德？阿德出来说话哦，阿德，你是不是在搞博真？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死亡数哦，如果那个 in the ray 哦没有上五位，你就不准上五位哦，你只能跟他一样，或者是比他低。金九九，你把这当标杆，你的五位分数不能超过金九九，不能超过这只，知道吗？不能超过小猪老板。阿德每次给你玩都给我前几名。看爷爷台就是为了博真，现在没有博真，退订一波起来，在东三小。账号负责人是挂博真吗？不是，他不会有机会把我频道抢走，没有，没有这机会哦。他如果把我频道抢走，我就找人去堵他，我就找人去堵他。我把这机体弄成这样给他玩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把我死到五位，我哪里对不起他？我错了吗？我哪里错了？我错了吗？我一直帮他努力的开这个新盘，就是要让他机体更硬更强，我错了吗？啊！别人错了吗？我最近在支配塔打到了一张卡片啊！哦，神卡哦，神卡！这张卡片叫做《觉醒的艾尔芬》啊，这张是我打到的。这张卡是特殊卡，一堆人都没有，99.99%的人没有这张卡片《觉醒艾尔芬》，你们以后也不会有，但是我有了，所以我可以笑你们。生命加一，死亡加一，无视伤害减免加一 ，PVP 近距离附加伤害加一，近战神卡，来变一下哦。这只就是真正的天堂 and 的乞丐变身哦，跟乞丐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我不知道做个乞丐变身来干嘛。来，乞丐砍怪给你看，乞丐一砍怪就得到封印的祝福卷轴，太屌了吧！哇，这个变身实在是 very lucky 啊！哇，这个有点东西耶，有看到吗？这乞丐变身，哇，一变就砍到祝福卷轴啊！难道是比较会行乞？有点东西。这个变身连金小丸可能都没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看他变形怪变这些东西过。杀生丸可能也没有，对不对？白鬼丸应该也没有，就只有我有啦。这乞丐变身金小丸再出2000万也不会有，好爽哦！这谁啊？谁在打我？靠腰啊！妈的，飞不走上哎、欸！这周的五位，我真的我跟你讲哦。这周五位，你如果没有去帮我申请，我会砍死你。现在已经20分了，我这周五位的赚啊，至少要0-6000啊，死都不是被敌人打死的、啊，都是被自己人打死的。
不是啊，真的是心虚啊，更小登修体，浪费我的天币耶、欸！哇，246元，有够贵。刚刚说的祝福卷就是让我买趴用的，屁啦！我现在五位几分啦、啊？这五位分数没有一分是我自己打的哦，20分啦、啊，跟第一名并驾齐驱啦。来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机体基本上已经是支配无损单链啦，支配无损单链啦。表演给你们看啊，我这机体什么叫支配无损单链啦、啊？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啊？感觉是没人。对，我们战盟在占领的 地方啊，就是支配它。哦，其他血盟的禁止进入啊。靠腰啊，怎么那么多人在这边挂机、啊？哦，怎么敌人啊 ？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沙小。对，我们战盟在占领的 地方啊，就是支配它。哦，其他血盟的禁止进入啊。妈，敌盟全部在支配是沙小，快点跪！哎、欸，在干嘛、啊？开 party 哦。我们包的没错啊，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么。没想到在我们在吃奥塔的时间啊，他们跑来练支配啊！我的老天的啊，到底是多饥渴啊！你们怎样时间管理大师哦？我来这边好了，我来这边、欸。不是他怎么全部追过来是怎样？不是，我真的旁边太多怪，旁边太多怪。这旁边起码有十几只啊！老师治愈逆行超级赛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这治愈逆行我真的是被整啊！他那个治愈逆行谁放的啊？不会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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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真的说这晕太久了吧？靠腰啊！你娘！哦，好险！啊靠！腰晕5秒、欸，不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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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五位分数没有一分是我自己打的、啊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偶尔啦，我还在撞墙起嘛。那个盖怪真的有点多啊。那个怪吼蛮会晕的啦，晕的还不错啊，被你晕到了，算你厉害啊！哇靠，还有人啊，这谁 ？In the Wind 在这边干嘛、啊？带怪撞他、啊，这两个家伙在这边练功啊！天哪、啊，知道为什么 In the Rain 都不会上无畏啦？他妈的，在这边给我瞎鸡巴练功啊！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很过分啊，在这边啊，在这边练功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好羡慕啊！我们在外面打无畏啊，他丢在这边练功啊，气死！这个地方怪太少了，显现不出我的硬度啊。我去一个比较硬的地方啊，啊这边这边这边，这三只你看小意思。我再拉几只，我再拉几只、哦，有点多只，差小，是有点多只。等，好，我还是大概三四只，然后这边四只，这边四只，不是有点多，有点多，有点多啊，四五只就算啦，怎么来那个七八只啊？这边就稳稳的啦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就稳稳的，这样哦，你看这样啊、哦，这样这旁边一群乌格努斯啊，如果是一般的法师，早要被打死啦。我是游刃有余啦，我是游刃有余啦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游刃有余吧？拉我去给风中也是个好 idea 啦 ，good idea，good idea， 来撞风中，撞风中，来把他们撞掉。其实风中在这边只要有套胜，基本上怪打他不太痛。啊，百鬼丸干你娘！其实我是故意的，我看到风中钢琴手跟那个尹德瑞挂太爽，我是故意把他引过去的，看到没有？一起下来了，还敢练功啊？一起死，一起下来！不是啊，他那个加三金武点一点跑过来操我，有没有人性啊？应该把我略过吧？他那个武器我点的、欸，应该至少要略过我吧？应该要 pass 一下哦。好啦，算了啦，就这样啦。哎、欸，算他厉害啦。算他厉害，今天就放过他好了，不要跟他计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，啵啵。